怎么像个耗子似的呢？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你的嗓音就是世界的祸害。嗯。哎，这里头怎么能有视野呢？我刚才没卡到他视野吗？哎，再说他妈沉默还能让用那啥呢？不是，那沉默为什么还要用召唤师技能啊？我刚才沉默呢，你知道吧？完事儿，我寻思他放不出来那个盾呢。沉默完以后，他把盾给放了，给我整一吓一跳。学艺是不是杀了？学艺啊，那学都学错了，那就这么劲儿吧。我寻思打维恩，我就不学艺了，我就主 W 就技能了。他出了双皮鞋，啊，没关系。哎，英雄太鸡巴烦了，我操了。还有人赶客，你这是，哎呀，头都痛啊，简直头痛啊，升个级吧，行不行？快点升级吧。没个整，哎呀，忘扮维恩了。这玩大虫子不扮维恩有点难玩。无论我们是玩幼虫还是玩 AP 虫，都比较讨厌这英雄。不过没关系。盾是180，点烟180。起，哎呦，有眼儿。还行，他怎么不滚呢？我应该能滚一下子，我正好一个 Q 技能压他脚下，挺好。完了，我无敌了。你该先吃谁呢？哟哟，哎，帮我打一个河蟹，还我谢谢你啊。我帮你把乌迪尔杀了，我吃个河蟹怎么了？我吃个河蟹不行吗？有毛病吗？我帮他把乌迪尔杀了，然后我吃个河蟹有问题吗？这家伙你是推推棒呢？咋没了呢？这样吧。
人头我拿了，还抢野怪，我不来他是不是死了？我不来的话他是不是死了？人头是不是他？我也拿不着，他也拿不着，我来了我吃个人头，我再吃个河蟹怎么了？有问题吗？我可生了啊，你可把死了，你可把死了，我让你玩维恩，这波没有这个河蟹能杀得了这维恩吗？这就叫什么蝴蝶效应。来来来来来，你想好受折磨，沉默啊，起沉默啊，致命点开顿死了，顿是没有办法挡掉点炎的。你要干啥呀？我说你打得过我吗你呀？你咋的呀？哎呀，我沉默没好，让他给我拍住了。哎呀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，来个法传海。来个西地海还是来个法川海呢？西地海吧，西地海。法川海的话，这个捡西地不够，出西地海呀。沉默啊，这维恩估计不能给我打，我得抠他，把他抠起来，我们才能杀他这一波。沉默啊，沉默闪现吃，算了，那乌迪尔估计可能要来了，我还打不过他。真烦也是。
这墓地人真讨人厌，这么讨人厌的呢？去把上路线收了吧。我应该再吃一个再回家的。我再吃一波吧。啊，我们再吃一波。回家了。先来个推推棒，我们再来一个小扫描，去中路吃人去啊。哎呦我这太阳妹妹可以吃啊。吃人，吃一波，吃一波，吃一波。拉倒吧，看看这红 buff 有没有人。假装走了，其实不走。拜拜。起沉默100块钱。那你猜个钟吧。继续啊，跑啥呀？算了，我猜吧。起，我推推棒，沉默起。哦，起。快跑，他有挺进破坏者。快跑快跑，这边跟我打个峡谷先锋，我就吃个峡谷。来，把峡谷打了。这怎么完了呢？这啊？这怎么给人打了呢？还哎呀，这下路这俩人真是仇人，怎么回事？这下路俩呀，真他妈的仇人！我操！哎，为什么光头会回了一下血呀？
哎，我刚才脑袋上都出那个红色的，他怎么回血了呢？他点的红色的，哎，我操！他点的那个什么？他点的那个贪欲猎手，哎呀，真是烦死了！他回来一下血了。他点的贪欲猎手，他刚才打了我一下子，真是佛了呀！先来个美甲窃魂卷吧，再来个大棒子。小龙，那女警也没啥装备呀，对面那女警。来呀！你干嘛呢？完了，技能一个都没撇中。来来，够了够了！哎呀，真菜呀，蓝脸汉呐，这技能一个都没中，还呀，哎，真鸡巴菜呀！美甲窃魂卷还没了，这人有个点炎，打不死，算了吧，别追了。那泰坦跟刃女谁也打不死谁，你今天能把这刃女给我打，不是？把这太阳妹妹给他打死，今天就算你厉害，泰坦，行不行？还是不行。你就是世界的祸害之一。做个小兵吧，别带节奏啊！人家官方要求的，我们不能说，我们就那什么，我们就。这个执行，哇，漂亮！冰拳沙米拉，我服了！给我起！哦，太阳妹妹，哇，这么猛这泰坦，漂亮泰坦！勾，这，走吧，别扯淡了。我虽然比较大，但是还是别扯淡了，赶紧走。把红打了，我吃满了吧？还差一层，小兵还差一层，我们赶紧出个猫子。差一层，不是差一层啊，差点钱，差80块。这中路这三个眼谁插的？我想知道。
先把太阳妹妹杀了，嗯，再把这乌迪尔杀了，推推棒，起，吃，漂亮，大龙咱能打不？哎，光头给我追！快跑！我砸死了光头！哎嘿，漂亮！打大龙！我没有血了怎么办？我回一点，回点血，回点血。这红 buff 为什么回血回的这么慢呢？这红 buff 小龙没了，给了吧你。起，沉默。我吃，养着他。推推棒，沉默，别狙我，我死不了。529，999。哎呀，得了，看看假装没出过啥呢？下一个装备出个什么呢？冰心就算了，星界驱驰啊，来一个星界驱驰，啊，再配个什么呢？最后一个再看吧。我这还不是我最大的形态呢，一回让你们看看我有多大。我升个16级，再吃个药就行。把蓝 buff 给我留下来，变大。嗯，怎么没长呢？好像就是世界的祸害之一。还一波，动回家啊！还一波，变大，没有出冰拳的大，还是有点小。他们家少人，对面三个人，把女警杀了，还可以。这都死不了，起，沉默，管吃，推推棒，起，沉默，兜，哇呀！
哎，那乌迪尔是不是显示有 bug 呀？那身上都有红色的了，那吃怎么呢？怎么吃还吃不死呢？有盾呢，那有盾就不应该显示能吃的死。一看这就是个 bug。我吃的好。来，再来，这是一个死亡草丛啊！我一看他，再来，别走啊，别走啊！俺俩就在这儿，别走，你看谁还往里进呢？小龙。小龙，去小龙，上啊上！沉默吃太阳妹妹吃，哎呦我操！我一口吃1300。真实伤害1300，女警一共1700滴血，光头一，哎呀哈！1300，蓝呢？蓝没了，说明啥呀？说明被乌迪尔给拿了。嗯。大光头，起！沉默，哎呀！大光头打我还是有点疼的啊。走，打大龙的。我想出个狂徒，我血回的太慢了。我不出这玩意儿，我要出个狂徒。漂亮，我回出狂徒了，兄弟们。哎，这你这带回血的，这是掉血也不往上回。你的嗓音就是世界的祸害。1353，嗯，1353。基本上扣起来人，那人应该就是死了。来吧，太阳妹妹，我把你吃了，我吃了你！啊！呀！怎么还多了点呢？1380。哎呦我女警！哎呀，挺厉害呀，女警。家出个钢铁合计，换一个双火护手。哎，我既又有虚区，还大，又有虚区，还大。这样我们大招能吃1400。别跑！我看谁跑！沉默，起！
刺儿吃。哎，这乌迪尔的盾是真烦呐。起。哎，不行，疼啊。女警死了，那拆吧。狂徒做回血呀，狂徒啊。好，我们满了。起。吃。沉默，来人啊！泰坦跑啥？我给他沉默，没事，起。乌迪尔，乌迪尔，我大不大？我大不大？我大不大？乌迪尔，没打一走。哎呦呦！我有狂徒，没事。完了，这我瞎当。真笨呐、啊，真是个笨的。如果我把这个卖了，会变小一点吗？啊，会变小一点。原来真的会变小啊！我又变小一点，我再买，再大一点。三银鼠卖了，三银鼠卖了换啥呀？换不了，我就2000多，算了吧。卖三银鼠就小一点，把这都卖了呢。哇，兄弟，你瞅你点攻速吧，你这么点攻速你要推基地，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这是没有虚区就算了吧，不行啊，不行，没有虚区就算了。反目反面，快点！他要打我呢！泰坦给我挡一个技能，我回点血。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。泰坦呢？啊，泰坦！别！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！我狂徒，等一会儿。差一点点，他交闪现了，你能打过他吗？也不行啊，这把美甲窃魂卷卖了吗？换个啥呢？我要是换装备的话吧，我换法杖棒吧。其实我这么多血量都是纸，这都没有用，这么多血量他们打我依旧是非常疼的，你知道吧。换个巨型九头蛇可以，钱不够。先换个法穿棒吧。过来打波团战，
我们得杀女警，杀维恩。没事，先吃个太阳妹妹。杀乌迪尔啊！我操，这女警！你猜啥？那基地搁这儿呢，那还得猜这个。你直接来团不行吗，兄弟？你说你那点攻速吧。还行，他把中路推了。这能卖了吗？不行啊，来个巨酒可以啊。现在我们巨酒伤害应该挺高的，巨酒可以给我们相当于1%最大生命值的攻击力，附带物理伤害特效。看看大龙打没打呀，对面有小龙，有龙魂了，我们得打条小龙了。我感觉我去推着他，我都比这刀锋推的快。先把这维恩杀了，完了，这把应该还输了我。女警死了吗？啊，还行，翻墙啊！哎，翻个墙，对，这边龙魂了，这咋办呢？我想一想，这该怎么办啊？以我们家的阵容，这个以我们的装备，我们应该出点什么才行呢？我把这皮鞋换了，换个水银鞋，把这个换了。这不能换，这不能换，就这么地儿吧，差不多了。换个反甲可以哈，把这个换成反甲吧。嗯，我来个反甲，出门。行，下边我吃女警试试啊，因为那日女不是肉吗？我寻思我们家也打不动，我正常帮 ADC 先把他杀了，也别让他控我们。接着聚聚，真能整事儿啊！脆的一张纸，那没办法，人家维恩还有那乌迪尔还有光头全100%掉血，就只能这么脆，那没招。脱节了，前排跟后排脱节了，下回把维恩给办了，不能打我这么疼，你知道吧？出点全右装还行。